我们谢典林谢议长，由于他的一个引荐哈，跟我们的篮球盛世哈，能跟广元良有这个机会哈，那广元良在这里能够再把产业，把它跟我们的运动跟健康去有这个机会去付出，我希望热爱篮球的球迷，我们一起来共同来支持我们的篮球啊，也来体验我们广元良的真的用心在产地这一份新的努力。那其实去年就是我们中华女篮也有在彰化也有在打一个表演赛，对对对，那我觉得那个现场的气氛非常多的活力这样子。那时候听到他们就是有在邀请女生嘛，然后我就想说哦，就是自己竟然也有机会可以去参加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。今年出走那么多就是去旅外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想要看到旅外的球员在大陆，可能他们没办法过去看，可能想要看他们就是他们现在的状况到底如何或是怎么样，应该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蛮兴奋期待这个比赛。我觉得我很感谢广元良就是这么力挺女篮，就是感觉就是我们好像去到哪他就跟在我们旁边这样，这是 Be Hero 然后赞助，然后又加了3-3，可以让更多喜欢篮球的女生然后来参加比赛，就是很开心能够担任这次这个3-3活动的大使，然后当天我们也都会在现场为大家加油，然后就是赶快来报名这个 Be Heroes 经典对决篮球赛兼广元良女子33，现场还可以报名技术挑战赛，就有机会跟我还有林玉婷郭嘉文挑战哦，挑战成功还可以获得广元良的产品哦。大家应该对广元良这个品牌应该不陌生，在地的一个大品牌，然后能够赞助我们这次的经典对决篮球赛事，那也包括3-3的比赛。6月9号之前，如果购买广元良套票的球迷们，那在6月9号的早上就有机会可以跟我们5位球员一起去工厂体验一下他们工厂的一些可能制作啊，或者等等方面的部分，然后也可以让球迷朋友也跟我们一样，就是去体验这些东西。然后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好事。